嗨嗨，嗨嗨，各位，嗨嗨，我拿我的小贝贝来陪我，嗨嗨。大家礼拜四要记得看浪 K 歌哦，拿我的小贝贝跟小灯头来陪我。大家期待浪 K 歌吗？期待吗？大家知道浪 K 歌是什么吗？应该可以先跟你们解释一下，就是会在浪的官方账号直播，然后我们会去唱歌，嘉宾跟主持人的差别是，主持人不会换，对。对，将面对的是所有的浪的观众，就可能有追踪浪官方账号的，对，要变一个企划，不对，请继续看下去，对。会是长期计划吗？请大家继续看下去，请大家继续看下去。但希望大家都可以支持我们一下，因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而且是公司给我的一个蛮好的机会嘛。希望堂堂们都可以好好出声一下，去那边送礼可以支持到你，当然可以啊。然后为什么我声音长这样？因为我练太多了，我已经连练了三天了，我已经连续练了三天，所以现在没有声音。已经没有声音，所以大家就见谅一下。但我也不想要，就是一次讲，就是我们今天就轻松这样聊天。对，轻松聊天。请大家一定要来。一定要来参加浪 K 歌，一定要来看直播。对，我们到时候那一天就是一些，就是反正你们那一天就知道了啦。但我希望大家都可以出现。对啊，我就不喜欢先讲，所以你们也知道我的个性，对，所以你们就期待这样子。挂着直播等直播的，那时候什么？哦，好吧，好奇他人。对啊，你们就负责期待就好了。等那天会发生什么事就。你们就好好期待，对，然后我又很努力练习，
然后希望大家在那边的时候也可以就是多多支持，多多还是可以跟，不知道，我觉得可能感觉会跟浪梦有点像吧，就是整体给的感觉。对，大家还是可以，就是你懂，大家可以去看看。我不知道他们之前浪 K 歌有没有直播档可以看，可是你们可以去看看，就是好像差不多，会差不多。哒哒哒，雪啦滴哒哒哒哒，雪啦滴哒。就是对，你们可以好好期待一下，然后实际会发生什么事，我们就那一天揭晓。那结束。但我也希望各位堂堂，就算在上班也可以挂着一下，毕竟是第一次，就是第一次参加这个浪 K 歌。对，就是对，希望大家都可以就是挂着也可以。对，毕竟还是会有点压力，只有三个人。哎，差不多可以来打招呼了。好，我要来嗨嗨。嗨嗨包子，嗨嗨泡泡，嗨舒舒泡泡，嗨嗨北原，嗨嗨九蛋，嗨嗨林果，嗨嗨阿龟，嗨嗨台湾哥，嗨嗨虎喵，嗨嗨思豪。嗨嗨冠杰，嗨嗨庆，嗨嗨 Eddie， 嗨嗨虫，嗨嗨侯颖，嗨嗨志玲哥，嗨嗨敖茉莉，嗨嗨花生，嗨嗨阿福，嗨嗨企鹅，嗨嗨庆，嗨嗨人哥，嗨嗨北极熊，嗨嗨羊圈里的鹿，嗨嗨芋头，嗨嗨阿 Kira， 嗨嗨红衣，嗨嗨豆科。嗨嗨巴乐，嗨嗨丁彻轩，嗨嗨雷秋，嗨嗨酷妹，嗨嗨坤坤，嗨嗨季风亮，嗨嗨思琪，嗨嗨小易，嗨嗨嗨嗨夜兔，嗨嗨猴子，嗨嗨愚者，嗨嗨内内，嗨嗨阿红，嗨嗨浩哥，嗨嗨迪伦，嗨嗨雨乐，嗨嗨龙魂，嗨嗨卤肉饭，嗨嗨阿红，嗨嗨杰克，嗨嗨修哲，嗨嗨交通标志，嗨嗨杨雄，嗨嗨阿北，嗨嗨酷美，嗨嗨抓坑，嗨嗨嗨嗨史蒂夫的猫，嗨嗨少安，嗨嗨阿福，嗨嗨 ，Map， 嗨嗨 ，CJ， 嗨嗨，嗯，嗨嗨乌诺，嗨嗨乌鱼，嗨嗨烤焦，嗨嗨志宏，嗨嗨君汉，嗨嗨卤肉饭，嗨嗨，快去看了耶，嗨嗨思琪。嗨嗨酷妹，嗨嗨沙鲁，嗨嗨任敏真，嗨嗨胖国大鱼，嗨嗨小勋，嗨嗨 Benlin， 嗨嗨勇哥，嗨嗨变成新鲜柠檬，嗨嗨罗喉，还没有念到的，等一下我也不要太紧张，收不到，应该不会啦，希望不会。嗨嗨大家，给，你们期待浪 K 歌吗？我很期待，它对我来说是个机会，展现自己的机会。
吃饭了吗？还没，现在才五点，还好啦。但我今天只想播一个半而已，因为我喉咙有点练太多，超期待的。大家多多帮我分享出去。记得真小车，是香港的 K 歌。嗨嗨小小，活动完可以多分享点。我要下来看看，或许我播一播，想要播一下，我就跟你们说，我只播一下。嗨嗨婆婆，我刚刚讲到吗？应该有吧，好像是第二个还是第三个念的话。新计划其实不管是糖糖吗，是不是糖糖都蛮期待啊？也是，怪可爱的。笑笑，你换扇子换很快耶，那我吓大家。对啊。谢谢 Dragon 真情告白。我跟你们说，我今天蛮早起来的，但就我原本想再睡回去，但我后来没有睡回去。我昨天大概四点睡嘛，但我九点就起来了。然后我其实很想睡回去，但我没有睡回去。我来看看，哎，真的耶。阿米跟我说我牙齿有口红。对啊，然后结果我刚刚那个修完照片，然后我又睡了一下，但好像睡半个小时还四十分钟，睡一下下而已。四点睡在干嘛？滑手机，多睡一点。有啊，我都有啊，我有睡，这是睡不着，还是睡不着吗？太想你们了，是睡不着。嗨嗨，亲嗨，真的真的太想你们了，睡不着。今天是游历地。昨天睡没有哎、欸，有睡比较多，也还好。十一点，两点睡到十一点吧。但有公演就比较好睡。嗨，有嘻嘻咯，嗨嗨，草莓酱。还是要饭圈顶点力，我哪有迟到，我就想看一下。哎嗨小叶，然后下午就这么油，因为我可能今天吃那个麦茶劳，觉得很棒。你们觉得我这次公演有不一样吗？算了，问你们应该感觉不出来。谢谢虫的非你不可。谢谢！哇，完蛋，那个字我看不到。谢谢伟哥的真情告白。我没有吃地瓜薯条，还有不到三分钟。法师不一样，绝对是送命题，变得特别真，谢谢啦。一样都不理我，你们是来看表演的，你要享受表演的当下。表演是要怎么理你们？有啊，我有回应啊，我有啊，一起对路。对啊，我这次还跳了王子殿下，有没有见证公主的莅临？这次是公主本主欸，有没有看到公主本主？
所以想说哪里不一样，我觉得这次比较有余裕，就是对，我觉得我体力变好。小惊喜。不一样的李丽丽，上班没办法看舞场，也太难过了吧。下一次草鼠就是晚场了，体力过剩，对啊，体力太好了，这怎么会是个问题呢？那也有姐姐下班，辛苦了的老板。外婆很赶，我每次都超赶的。然后我抢装，我是两个姐姐配一个那个妆法老师在帮我抢装，超快，因为我几月啊？12月嘛，反正就是我最后一次当那个蓝色小公主，就是中间 center 是粉色小公主，然后旁边是蓝色小公主。我最后一次当蓝色小公主是制服要抢装蓝色小公主，结果来不及，然后就我的帽子就一直跳，一直掉，一直跳，一直跳。我每次都在考验我自己，而且我 always 都是抢装的那一个。现在头发夹很多。也是有点软掉，对啊。之前的体力不好，就是会慢慢美丽，但现在比较好，就是体力都可以会保持比较久。我今天是不是很不要命？但我早上起来好像没有这么严重，然后开始讲话才这样。我还吃炸鸡，我对不起我的喉咙。但我今天突然就睡醒就很想吃炸鸡，对不起喉咙，因为我都没有开口讲话，所以我不知道今天这么沙哑，感觉有点虚弱。没有，我其实身体还好，我就是练太多，我练太多唱歌，所以比较没有声音。对啊，因为一次练都是练3个小时，我也练太多了，一次练都是3个小时，然后因为各位也知道，唱歌其实蛮时常唱久蛮伤喉咙。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OK， 考教加油，加油！身体跟心灵很富足，但是声音打妹。声音打妹，嗨嗨是红，嗨嗨渊品涵的是红，然后还有。刚应该说，嗨嗨云一云的人格，而且你要是拼命，对啊，就我不喜欢不在我的，我希望我可以做好它，然后我就会疯狂练习，然后就会没有声音。好，嗨嗨云云觉得包子吗？是包子。已经尝试不出声，但是你有看草组吗？还是试验？那我就看，猫猫很棒，依云很棒，还好我没晕我就够了，晕我就够了。在我前几天有跟。其他成员讨论，
就是关于犯偶像这件事情，可以回到声音了吧？就是好像就是大家要开心犯偶像啊，如果犯偶像不开心，那为什么要犯偶像？就是它就是带给你快乐的途径，它如果还带给你压力的话，那就本末倒置了吧。听够深了，讨论晕的问题。对啊，我们那一天在干嘛？好像是跟一家讨论吗？我们就讲，我们就在讨论这个问题。追星本来就是要自己开心，我觉得当偶像也是啊。可是我觉得当偶像的开心那个出发点又不太一样，就是是要带给别人快乐的那种感觉。谢谢破破行李箱。对，我们很认真在探讨这个问题。就是我也有跟一家说我遇到的问题，但我不想跟你们说，我觉得我跟他说我遇到什么问题，但他一直叫我说我应该要说出来让大家才知道，但我觉得就是大家就快乐放偶像就好。就像一起讨论这么严肃，我们其实一直都会讨论啊，我跟平衡也会讨论啊，应该是这其实是蛮多成员都会讨论的问题，因为这问题其实大家都会遇到，多多少少都会遇到，所以有时候聚在一起的时候，大家就会想说，我们应该要怎么去解决，怎么去面对，然后跟用什么心态去，就是跟大家互动会比较好。但其实你知道，不管怎么做，都还是会有可能比较疏忽的地方。就算我以为我已经想得很全面了，但就是百密总有一疏，就是还是有可能没有做到全面的地方，所以可能大家就觉得难过。就像我有的时候，我没有想要特别讨好谁，或者我没有这些想法。那可能大家就会误解我说，我可能只看某个人的留言啊，然后只回特定的，没有，我其实都没有自己想法，然后有时候被误解就觉得难过。我会看到那个留言或者是怎么样，我只是因为我刚好讲到那个话题，然后或者是就是你们留言刚好是我正在讲的东西，然后我刚好觉得可以搭上去，可以延伸话题这个主题，我就会去讲，所以有的时候并不是我特别读了谁，然后可是有时候被误解就觉得难过，就是我其实都没有这些想法，但大家会觉得我这样想，我就觉得是不是我的问题？对，然后我们有时候是成员可能聚在一起聊天的时候，就会说，就是如果我们遇到这些问题，我们该如何解决？可是不知道哎，我觉得人跟人之间的就是相处是蛮需要时间去调整的。执念大神留言的直播主，谁快乐我就旁边去。我没擦干净，你说牙齿上面吗？欸，真的欸，为什么啊？你有戴牙套啊？你有戴牙套，还会，因为戴牙套多一层，
然后会裹到牙套上面。还是有哎、欸，好寒啊！他每次都会弄到牙套，而且擦口红就弄到牙套。原来是喝火鸡汤。嗯，以后就是他们比较敏感，就我觉得，就是我觉得我自己是比较想法比较全面一点的嘛，就是我会想过所有的可能性，跟假设我今天说了这些，大家会不会觉得怎么样？然后会全部都想过一遍，我会杜绝所有大家可能会不开心的。不开心的一些，就我希望大家来放我想我的开心，但还是会有大家还是会有觉得说，对，可能我讲错话或者是都不理你们之类的，就是那些话好像怪怪。哦，没有，我没有要哭，我只是声音很沙哑。今天装扮蓝色的这个没营养的留言，你就只是想要我嘟嘴而已啊！还没补起来牙齿，对啊，讨厌。所以我觉得成员都没有这些想法，就是大家就真的是像在跟朋友聊天，然后当下看到什么就回了什么，就这样。我们真的没有。而且其实直播是一个非常快速的东西，我们真的没有，就是我们脑中不会有那么快速的时间可以分，就是说，因为他是谁谁谁，或者是因为是什么什么什么，就是纯粹看了留言觉得哇，我这个有对上那个时候的话题，或者是怎么样？对，我们真的这东西要偏心真的是很难。每个人想法你很难掌握，对啊，所以这就是问题所在，很辛苦，对啊，我就是我会习惯预设立场，然后把对方要想的，或者是我下一步会发生性，我全部都先想一遍，然后这样我才会觉得我有掌握它，然后我才会开始就是这些话这样。虽然没顺便读，明后天要换牙套，4月1号吧。今天换第二天，真的太热。对啊，面面俱到，被面面吓到，是不是？直播过就懂了，对啊，不然你们都去直播看看，你们就懂我们直播的时候到底都在看什么，真的。我大部分就说我自己，好像不说别人，我自己就是，我就是看，就是它不是有很多标志嘛，我就是看白色的字，我就是看标志后面讲了什么。对，我其实真的没有看谁念留言这件事情，就真的是，就是我今天聊到哪里，我看到什么我就讲什么。对，可能我自己比较就是粗线条一点嘛，对。我就是啊、哦，看到什么、哦、我就回什么，这样没有这么，对，我没有想这么多，我没有心思这么细腻。总是我可以很奇怪。谢谢娱乐的啾啾你哦。Yeah. 对啊，真的没有空特地去挑留言，真的好不好？真的没有这件事发生。Eddie 怎么了？对啊，但我就觉得还是会有，我也懂没有被念到留言的时候，
但我就不知道，这可能也是我想的不够全面的地方吧。而且对啊，而且我反应没有很快，刚刚然后又来了什么就是，对啊，我就下围棋搞得很厉害。谢谢，我可以安心离开。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关于老板，请问老板，我们是做什么事业的？我也不知道哎，但我好想做女团哦。如果我可以当老板的话。这里人很少了，好不好？这样该开心还是该难过？说人少该开心还是该难过？几千人直播间，谢谢宝美的行李箱。有想要解决方法吗？我觉得跟人相处是无解的，就他不会有一个最正确的答案，因为你在怎么想的多元，一定都会有漏网之鱼的部分。所以我觉得就是当下看自己能怎么做就尽力做啊，因为你不会得出一个答案是所有人都会满意的。做女团会累死啊？哈，但我很想，我很想当一个 producer， 我觉得 producer 说人少，对。不要说人少，我知道，我也很努力了，我也知道人很少。跨性别女团，要找单曲啊，不然后面，我很想当 producer， 我觉得很棒，好像还有一点没。应该有一百，人很少，身中数刀。嗯，我讨厌被重视。可是我觉得，就是多留言什么之类的，还是会让我记住啊。什么 IG 上面啊，各个地方。你只要有多留言，然后什么莉莉好可爱啊之类的，我就还是会看得到。就是，对，对，我也不知道怎么说。嗯，娜娜什么感觉？怎么说？所以自己好像，自己也可以感到开心啊。我也不知道，而且我自己就是不太喜欢给别人添麻烦，所以我去别人的直播间，为了就是我去其他成员的直播间，就是请把我认当等同于粉丝就好了，就不用特别跟我聊天还是什么之类的，因为我跟大家一样都是粉丝，我也是去看可爱的妹子，所以大家可以不用特别理我，就是对，大家还是好好看着眼前在播直播的成员们，对。就是他们才是这个直播间的主角，我只是去享受他们的可爱而已。对，你们都可以吸收可爱，享受可爱的妹子，我也要享受可爱的妹子，像邱品涵。哪种风格的女团？应该还是可爱吧，可爱帅气那种的，立版。Lenachi 先輩的那个神吧，谢谢八子的啾啾你哦。嗨嗨露露，哈哈。第二次公演曲，但我觉得我懂 AKB 的歌不够多。
留一个爱心也可以吗？你说 IG 吗？可是直播留一个爱心可能就比较不会念到，因为直播的速度太快了，我光靠一句数快点就可以让你记住，数快点数快点数快点，诶是 Eddy 数快点，某某数快点，都会被你记一辈子 Eddy。 但不觉得这样子就是数快点三个字就是我们那时候在 夏日祭典的回忆吗？不觉得很棒吗？数快点好笑，是 Eddy 耶，数快点。青春中的谁我的杨家人力好可爱，对啊对啊，你们就可以看可爱美子，我也要看可爱美子，对，嗯，没有没有，我就是跟大家一样，就是一般粉丝，我也是去看可爱妹子的。栗子姐跟你讲，可爱妹子超爆，超爆可爱是这样吗？栗 produce 百合公园，对啊，但我觉得我知道 AKB 的歌还不够多，知道的歌还不够多。谢谢杰哥的追踪，很有深度，对啊，偶尔聊聊不一样的，是快点是快点，还有个警察，嗯，这个没有，我也没有特别针对什么，我就只是说我想说的，对，就我之前就有说过啦，我不是现在才有这个。说这些，我之前就说，就是我去其他成人直播间，我也是去看可爱妹子，对，我也没有，对，就我也不会，对，反正你各位懂就好了。谁不想看可爱妹子？对啊，有妹子不香吗？谢谢简单的黄金四叶草。要不然看帅气妹子吗？可以看帅气妹子啊，可以啊，怎么不可以？都可以，看可爱妹子多少女子，哎，不要这样子夸人家啦。哈哈 ，Robert， 哈哈，查查，我最爱看正妹，我喜欢看帅妹。谢谢阿 Kira 的救救你哦。你看公演一定要 I'm sure。 谢谢包子的一封信，谢谢草莓酱的香槟 level 1，尽快回来。我是正太控，对啦，正太控，嗯，实至名归，实至名归。越短开，对啊 ，TP 有衬衫帅妹，法法、啊。我现在真的觉得爵哥超婆的，但他是法法的了。我听啊，我家那位，他不是你家的，他是面面家的。还有我的，不是你家的。帅妹的我的，谢谢。帅妹的我的。最近看过，看到会晃神，该怎么办呢？该看看我了。该看看我了。你看这是什么？真的，实至名归，实至名归。请四月来看，继续来看，秋品还实至名归，实至名归。爸爸是帅哥哦哦，那爵哥是了吧？爵哥是我婆，不是你婆，是我婆。
他有奇迹每个赛绝绝绝绝绝超婆的、啊。但我原本以为第一名会是麻油或品牌，没想到第一名是爵哥。但我就是投给爵哥的那个啦，因为我想我如果投给邱炳安，他说压力荔枝可以帮我挖冰淇淋吗？他说他娶不是是娶我，不是娶你们，他是我婆，不是你们婆。谢谢中影的猪猪你哦。第一名怎么想都不会是我啊！觉得真的会说娶她，想起来帅妹哈。但我觉得我对于就是不知道，我觉得对于不是同期的，我可能还是会比较就是还是会有怎么讲，我会觉得我是前辈，应该要好好教导他们的那种心态嘛。谢谢博成的非你不可。谢谢虫的支付的小狐狸。喵喵喵，另类霸榜悬在二位。哎，我也是有在第一名，好不好？哎，我都有上榜哎。你婆不会娶你，虽然会娶我。啊啊！不行啦，爵哥就要跟法法、啊。给你啊，我只要喜欢你就够了。黑风雷，真的是把火车飞过去，我想应该是比较积极。对，会比较拘谨。如果是跟后辈的话，但我最近在听公公唱歌，我就觉得，我可以嫁给你吗？我最近听公公唱歌，我可以嫁给你吗？包你两个，我听说公公唱歌好听，我可以嫁给你吗？你的心太不定了吧，所以我才有这么多人呢、啊。你看我怀孕是他要负责，好渣哦！哇塞！要扎跟我一样，你们都可以看可爱小小妹子，我不行，你们可以我也可以啊。是红不是也在多推的平台吗？成人关系多远的话没关系，我不介意，每个人都一条线也可以搭搭的。汪汪心中没有你的太丢平台好不。欸，我想知道那一天安安是怎么说我的、欸。然后我见安安，我还说，所以我真的很可怕吗？他说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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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我跟他说，真的没有很可怕吗？他说没有啊，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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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没有威胁他，我只是工作的时候状态比较严肃，所以我真的没有很凶吧。@安安，我真的没有很凶吧？你也中心天蝎人，当然。依然平分着。是的话我会直线很阿芳哦，等待增加中哦，好吧。但我现在已经就是你知道慢慢就是我虽然还是会有点就是还是会看着大家这样假推，还是会有点难过，但我在让我自己选择坦然接受跟增进自己的魅力，就是大家喜欢我自然会留下。
对，我要增进我的魅力。对，他虽然看起来很凶，但我不笑就很凶，因为我工作的时候就很凶，你们看那些彩排照片就知道我多凶。就我就觉得这工作的时候就要认真啊，对我来说就是你要舞台能表演好，你就是要前面认真，然后让之后都不会有这些问题存在。想什么时候去看 live， 什么时候要看 live， 还六场什么时候要看演唱会是吗？白米去安慰啊，我真的没有很凶好不好，如果我没有记错啊，怎样啊，很害怕。嗯，这个疫苗彩排也没办法，稳稳的学校姐来说你早开，真的吗？学校学生来说我很可爱，哪一点？中华一校吗？嗯，一直都很喜欢不同风格可爱妹子。对啊，所以就是我身为偶像要习惯这件事情。对，但我怎么已经三年半了，我还无法习惯？我要长大，心态要长大才可以。校园一堂真的，我没有，他还跟你们乱讲话。我真的没有给人家施压，我欧北共。哎，我真的只有，我平常私底下吃饭，我也不会那么拘谨。就是我对于工作的时候，我就觉得该认真的时候就要认真。如果你工作的时候不认真，你什么时候才要认真？你是不用那个？对啊，我不用那个啊。凶男人是可怕，为什么？你有收到学生赞美吗？我有收到一个妹妹说我很可爱。你有收到学生说底下一本好可爱的？哦哦，有，那天我们在那个艺校，就是在艺校，然后就是热贴海报，中华艺校，然后在走路的时候，就是我们就走在路上，然后走一走。然后就是学生就看我，然后就可能看了一眼海报，他们说：“哇塞，那个佳丽耶，好可爱哦。”然后觉得他们好可爱哦，他们怎么会这么就是这么开心？说笑的不要认真，我没有，不会啦，蛮记得哟。不愿意习惯，才有机会改变他。可是我觉得喜欢谁是大家的自由，就是我不喜欢，对，我希望大家都是打从心底爱我，然后才支持我，对，不想要强迫大家。还是你们喜欢被强迫？还是其实我想象中的你们跟实际的你们不太一样。新竹旁边果冻声音说金发的好可爱，真的假的？你们以后这种就是耳闻要跟我说啊，这样我就很开心。这就真的好认真，看直播的时候认真。这例子好像好可爱，真的吗？谢谢玉安的神秘礼盒。我说我可爱的都可爱，没有啊。没有说我可爱的也很可爱啊。那个金发真好亮。今天栗子胸口被膨胀，不会啦，不会啦。我就是，哈，好吧，可能会，可能会。那工作就是要认真啊，对我来说啦。心里偷笑，你被称赞不会偷笑吗？
女孩子也喜欢可爱的女孩子，可爱的女孩子谁不喜欢？谢谢一秒的小鸡蹦蹦，谢谢谢谢一秒。我是选不喜欢，对啊，每个人都不一样。客气话，哈哈，喜乐哭嘛，请强迫我。你们真的很奇怪哎、欸。反差那时候反差最大，就是我工作的时候跟我没有工作的时候反差很大。我没有工作的时候我就是很强，就是很白痴，很就是不一定很疯，但我只要任何跟工作扯上关系的时候，我就会 很安静，然后做完我才会玩这样。但好像不是，但好像也很可爱啊。对啊，所以我说不一定要说我可爱，他也会很可爱啊。但我没有要说李彩姐很可爱，我比较可爱。嗯，在想左侧也是看到你在这边都很嗨，开心。女同事都说弟弟很可爱，真的吗？真的吗？真的吗？觉得开心。不过最想的不然是跳舞很厉害好看的妹子，你说我吗？喜欢被骂的弟弟，你可以用力的骂他，他搞不好更喜欢你。我一开始知道是红是神推我跟小琪，神推吗？一开始推我跟小琪，我不知道有没有神推，但后来神推小琪之后，然后就是我就是有推，然后就推了推了推了，然后越来越多人，对。但我就想说，我不要强迫人家，我就没喜欢被世界喜欢自己留下来。对呀，嘴唇，你能上眼翻来心不要尖叫，真的好可爱哦。对啊，我有点过认真，我做什么事都太认真，所以其实蛮累的。对啊，我就慢熟。你的名片也不是 S， 对啊。韩寒只有小时候可爱，对啊，长大也不可爱。你们真的很奇怪，给我扮啥都可爱，就像我看，但我个人觉得栗子很可爱。是哦，我已经很久没有被说跳舞很好看这件事了。对，但跳舞还是我最初最引以为傲的东西，所以每当被称赞跳舞的时候，我都很开心。工作如果太认真，会被主管骂会超出心，所以是要就是轻松一点对待工作这件事吗？谢谢小强的闪光星星。滴滴加车的故事啊，真的你怎么都知道？我怎么不知道？我看着你的 IG 的推表慢慢在增加，我怎么不知道？我虽然没在讲，但我还是有默默在注意大家，我只是不讲而已。谢谢玉安的麦克风，谢谢阿姨。自己解析啊，所以我真的有很解析吗？我觉得我是妈妈系，就是很喜欢管。人在做偶像在看，真的哎、欸，然后喉咙好痛。这是山上跳舞演出吗？不知道哦，谢谢水果们的和你一起，谢谢。就是不知道哎、欸，跳舞的魅力嘛，其实我永远看不出来我的魅力点在哪里，我永远看不出来。我不知道是我不愿察觉它，还是我不认为它是我的闪光点，就是。我会觉得我跳舞还就是它算是我个人的特色，但我就会觉得好像别人更可爱的那种，嗯，就觉得别人好像更可爱，哎、欸、嘿嘿。
应该都有发现舞蹈真的跳舞超棒。那讲到都不讲了，好像蛮多是第一次去看的鹏鹏哦，原来。第一次农历年后，笑笑也不是应该每场都到吗？莉莉怎么都知道？是王姐，好像是从小十五的吗？没有哎、欸，有些是进来才学的，平衡、零一都是进来才学的吧？但他们很厉害，我真的很佩服他们，就是天生偶像，那跳起来感觉完全不一样。嗯，一直讲怕你觉得烦，不会称赞你会有听烦的一天吗？不会吧？看呼吸，姐姐了，姐姐，莉莉怎么都知道？哟、嗯，为什么不想跟七七住一起？因为感觉七七会说，所以你今天几点要回来？就是室友还是要想找 free 一点的吧，就是不会管你的那种。各可以不出现，这样子比较个人比较难比较。谢谢哈密瓜的红玫瑰，哈密瓜的可爱。他进来六年嘞，看我学的不止六年嘞。我学舞学很久了、欸、对，不想被别人管，还是我都听你的。要问几点回来？对，其实就不用自己打扫。不要啊，就自己的区域自己负责。之前表演苗栗表演我觉得不错啊，那大家可以多多留言，各个地方都是我表演影片啊或者什么都可以多多留言。哦、oh, 对 AKB 的新歌好期待哦，大家记得去看哦，是那个本田前辈，本田原美前辈 Center 的59单，对，谢谢哈罗的红玫瑰。指使型妈妈，不知道，我没有跟七七住过，应该要问宿舍的人。但我只能说，我应该不会想跟，就是我跟七七感觉会比较撞属性嘛。七到八这个时段才上场，期待，我也期待。发对数 cover 吗？最近好忙哦，不要逼我了。约会电话也好香，只要有娜娜前辈都很香。娜娜前辈，好想她，好想前辈哦，爱呆，哦。最不想住一起的成员，很伤感情哎。你是姐姐是吗？七七也蛮姐的啊，投资熊的成员吗？不行，那绝对是我上榜，那感觉就是我跟七七耶。我觉得要管理人，但我觉得是要不会，但我觉得如果是要管理人都一定会要当黑脸，也不错啊啊！但我就感觉我就不会跟七七撒奶，你跟七七怎么会？这两个人一起吃饭，成员真的只吃饭哦，纯吃白饭。没想到不是我要那些东西，
这个流程和题目啊，期待一下啊。只会跟他抢肉肉，会吗？我可以，我可以带着，我看要带品涵吗？谢谢玉安的守护女神，反正晚上可以纯吃茶吗？谢谢，谢谢笑笑的笑话，全团都妹，但 CGM 就蛮全团都妹的感觉啊。你没有发现这次制服的抵抗是争夺肉肉的组合吗？你们是不是没有发现？你没有发现吗？啊，还有到女生，SKT 啊，原来如此，柔柔在抢柔柔。动物女神是神系，制服前争夺肉，班加克的法诀，对啊，你没有发现那个吗？无力秀，有几天看，你是不是没有发现？然后七下问我说：“所以这是什么？”我说：“有几天看，无力秀。”他说。所以要怎么弄？我就说就这样啊。有一天开，立立主场。有一天开，全都是糖糖。有一天开。所以到底有多少人 get 到啊？今天那个场子发生什么事？哦，至少正确。那我用右手啊，因为左手拿麦，所以我用右手。有几天开。不是空出是无量，无量很难。其实我根本不懂那个字是什么意思，我只是觉得这梗很好玩而已。而且我根本没看。谢谢吉米周的野猪，眼睛蛮多。谢谢李真，六六七。我根本没看，我也不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反正就是跟流行。無力秀，能做该补，我就不喜欢追剧啊。第一天认识我，对啊，我就是跟风仔。我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但是跟风对。我现在也没看过，没关系啊，没关系，我们就对我觉得我有点活在我自己的世界。谢谢豆壳戳戳你。我希望我哪天就是可以就是大家都想要跟风爱我，对。谢谢包子我的观众，不对，应该爱我不能是跟风，爱我是要就是因为接受了别人的安利，对，接受别人的推广然后爱我。求人爆裂的你，对啊，因为我不想追剧啊。跟风你是多么渣的发言，可以先跟风爱我，然后后来真正爱你，这样。跟风也有跟风整退其他人，好像也是。K
可以更疯，对，可以更疯的爱我，可以直接看影评，对啊，我们可以变成从跟风变更疯，越来越冷静，没有，只是因为你越推越多，然后爱分给了各位。晚点下播要来发文，我已经修好，但我还没打内容。没有，越推越多是不是比较奇怪？这才是正常的吧？没有越推越多，像我也都只爱娜娜前辈而已啊，就我真正推的只有一个。没骗。对，我会看，但我就对，我推表就娜娜前辈。对啊，就是其他就是关注啊，对。但我也真的只有娜娜前辈是我真的花钱去买周边，不然你们对推的定义是什么？我觉得这个每次都可以讲好久，但我真的会买一堆周边，真的只有娜娜前辈会买周边，对。感谢谁关注谁，只是关注。要看自己感觉说什么，感觉到就是推哈，不然你们觉得不推是怎样？就是连他的音讯都完全不看吗？老观众真的无法抄袭，我抄袭你吗？我向你们学习。会看别人，会看直播，后来都跟不一定有错。视讯电话，哎，对啊，那个线上，可是我还是有点想买那个，可是我还是不懂，它是分这种分签名哦，分签名，然后合照跟握手是这样吗？视讯是这样吗？每个妹妹都要推一个人啊，我知道小慧自己做的跟团，你要不要看看你自己在说什么？不推就不推荐，不推广。哦，我觉得不能说不推荐吧，就是自己没有在看而已。喜欢就是推，哈，喜欢就是推。都可以视讯，但合照跟签名要用抽签的啊啊、哦，基本就谈话，剩下都用抽的啊、哦。我就说没推就对，这也叫抽签。手机还有容量，我有 iPad。哎、啊，这可以抽签，抽到可以签名或合照。你说他推对人吗？但我的真爱是娜娜前辈啊。假设视讯。爱戴，然后不会日文，结束。时间是这样，线上合照是一种。他会有不确定情况啊，应该只有傻笑。我只要可以看到会动的前辈，我就很开心了。那就我跟你，然后晚上就点回来了。
不要，我不敢打扰前辈。身份验证过不去，是怎样啊？你只要不小心跟他在视讯赖就好了。你不是有赖，但不知道，我也想要抽合照跟那个啊，我想抽合照跟那个签名。你自己打来玩的时候，你说我不要去当分母吗？我很想要抽耶、欸、可以不要这么白回去不要用，你还需要合照吗？然后挡过哦，很难抽，不要去当分子。杨恒，你真的很难抽啊！是要先付钱才可以抽吗？还是可以先抽再付钱？对不起，因为前几轮就没得抽了。嗯，感觉很难抽哎、欸。你有在想这个？我，等下世宏，我发现你打了。闪电跟打了口哈就打平安了、啊、你没有打我，你什么意思啊？你写的很行耶，寄到日本也是寄到剧场是吗？写粉丝信寄去也是寄到日本了，先抽再付啊。哎、欸、你各位都很了解，我真的是萌新，要向各位请教。那抽了不付钱又被黑的，但是抽了多少都吞下去啊！谁打的？聊天会是抽完要付钱，然后合照会是可以，只有可以线上抽，抽完之后才要付钱，所以要，所以是是要拿，所以是怎样啊？你可以先预定你要的量，然后去抽嘛，然后再付，最后有抽中就好，是这样吗？我不太懂，投个100抽。对，我在试着了解大家怎么现场还被抽选，要多赚啊！而且为了人家过钱来的。全中就会哭，别抽再犯，什么意思？不然一定可以的。全中就破产，好酷哦！所以大家有预定多少抽中多少过啊，然后最后没卖完的就会再翻是货到付款。天啊，看到这样全中是信用卡刷到冒烟，哦啊，好复杂哦！有些想抽抽不到，有些随便都有。再放会直接上门收你钱啊！魔法小卡资源是抽不到，我知道，娜娜前辈是抽不到的那种。啊，但好想看，好想。好想前辈啊！100抽中0.01，这么难中哦！100抽中0.01，这是什么几率啊？对啊，这我真的是去当分母的、欸。签名更难找，毕竟是 top。嗯，那人是不收货都不还人。
是基本哦，天选之人的几率。嗯，再不要去跟粉丝抢。嗯嗯，想一想，我真的很幸福，我居然可以得到前辈的 LINE， 他还会回。应该有包底啊。快快来一下，身体才会重。但你让你不在家睡不下去觉。你现在的福利也比较好。这两天又来冲圈圈买很多，但是发现时间太多，不知道说什么。因为你是偶像。哦，我好幸福哦，真的很幸福，拥有自己偶像的 LINE。那写小孩子应该心态要工具。对方好像可以用心吧？哎，真的假的？最近有些东西也不能讲，旁边有 staff 的顶。没有，进去先打招呼。啊，那你在哪里 ？Team TP のクリちゃんです。吃饱了吗？还没耶。这一切都是他的，还可以看到不用过。啊，你进去他会吓到吧？嗯，可是我很怕，如果真的跑去抽那个，万一我遇到工作，那我不就泡汤了？我不就泡汤了？先拍阿姨带。对啊，我如果碰到跟各位，假设要跟各位有什么活动，假设什么公演好，那我不就泡汤了？嗯，我又不能请假。前辈，我只想体验一下粉丝的感觉。前辈，我只是很想你，但我不敢那一直接打给你。谢谢抱歉，说这小也是实习。是林就有人泡汤哦 ，MC 在直播，我说，那个大家不好意思，那个就是我抽的那个握手时间到了，大家等我握手一下。啊，奶奶前辈，我好想你哦，我在忙，为了偶像敲完我都走。安静的角落，粉丝握手会被叫招，也太难过了吧！有光说粉丝今天都走厕所啊，我今天发现机票住宿都泡汤。敲完全几圈，然后七秒就过了。以延后上场，还在视讯握手聊天会。线上握手背后出现别人会被 ban 掉，为什么？什么意思？所以只可以有一个人是这样吗？好酷哦！
还是要开始那些，只能在干净的背景，而且只能一个人。那如果万一就是旁边有人经过，可是他不在画面里面，这样是怎样？某种意义的单独空间啊，只能是申请人本哦，一样 ban 哦，所以他真的很安静哦。啊，你们都躲厕所啊？没有的，没有其他同事突然进来。被谁合叫我找一面墙砖？不能突然拿东西，会不会强制断线？哦，谢谢酷美的戳戳你，谢谢变成新鲜柠檬的玫瑰。要拿什么样的玉米？我知道先给 Steph， 我虽然会先跟 Steph 私讯是这样吗？那我只能在那拿着，就一直拿着，不能放下。哦。反正画面外也会被限制很多。哦，好酷哦，第一次知道哎。看不到他只有声音。啊啊！会看证件和什么？好酷哦，听大家解释这个好酷哦。对啊，线上的规定多很多哎。谢谢数学课本啾啾你哦。哎嘿，君に会えたこと本当に良かったとさえ、下一套详细的规定，我们解释完应该抽一下。哦，线上只能这样抽联系啊，也是啊。现在还有人打海外哦。谢谢数学课本的和你一起下一下一。到了。第二抽到三十是周末哦，这样说的为什么嗨就好了？什么？为什么？什么意思？你可以大声，超好听，超厉害，敷衍他哦。近づけたくて両手伸ばした始まりの裏がいつまでもこの胸なりひいんふはいはいはい、どこまでも了解一直都很听不懂的，你们都很懂哎，你们都看来大家都很熟练，说起来会变很啰嗦啊，嗨嗨，赶快嗨吧，赶快切不下。我们放假不就不会找工作啊、哦？谢谢哈流上的我来签到，哈流上阿里嘎多，嗨嗨嗨，认错我不要反驳，好好笑、哦。所以你们现在有在抽那个线上吗？你们都抽谁呀、啊？然后已经25分哎，我要不要赶快结束？等一下还有其他事情要做。
谢谢豆蔻的啾啾你哦。谢谢豆蔻。哎呀，有情绪说我过面过面啊，有以前辈，对不对呀？这张没错啊，有抽中吗？谢谢偷了奖的红玫瑰，没抽过。啊，如果是我的话，想要抽，可是我想抽的都是 top 哎、欸。只抽啥啥。头皮也就不用抽了，在线上就不好想去现场啊。会不会哪天等解禁之后，然后结果我们在会场相遇呢？会场相遇，先去拜拜求好运。哪天我们在本家的握手会会场相遇？你要会日文？哦，可以啦，应该也没有那么快。我先学几句简单基本的。线上过哦，当然是现场比较香啊，现场可以感受到真的香。先学我从台湾来的，然后不用，我刷脸，我刷脸，我是娜娜前辈脸，就是刷个脸。啊，我想知道偶像跟偶像见面的时候到底会长怎样。哎，大家讲一样的话。现在偶像说没有。这样来后台吗？耶，可以吗？我来试。先輩ありがとう。またね。じゃあ、お前ちゃなさ、なんちゃ、なんかさ、これちゃん、はははは。あはは。你又不是重新看，弟弟好了不行，我正在花痴，你们不可以阻止我。就他不认识你，嗯，啊，啊啊，克里江，不会，前辈一定记得我。你看我在那个 Nico Nico 那么花痴，他一定记得我。陈冲不给输脸，什么意思？你是梦，有梦最美。打扮太漂亮，真认不出来。娜娜先輩，誰？啊啊啊 ！Team TP のクリちゃんです。啊啊，クリちゃん。啊，是哦，久しぶり。嗯，啊，娜娜先輩大好き，然后被推。不会，前辈不会这样。啊，はじめまして。台北の変態です。我可是在小巨蛋的时候被娜娜前辈认证的変態。原地走心クリちゃんです。拜拜。
线一直走线看。好笑啊。请问你是时间到了？不会，陈佩斗不会这样的。我们来回忆一下。他当然不会这样，那心里是这样想。嘿，对日文还好，本身有成就感啊。好，但我就很想再聊一下，这等一下我会很赶而已。虽然还有别的事情要做，但我原本就有预留两个小时啊，对，嘿嘿嘿。居然跑不动，谢谢北原的要你好看，可以啦，我有多预留时间，我有多抓时间，应该可以。跑不动，就让我发除一下会怎么样？跑不动，我想聊，我想聊，对，聊我想聊太开心。嗨嗨，咪手手，网路不给力，网路罢工，怎么可以要在我发除的时候罢工呢？可以啦，我看完这一段我就可以就念榜。好，我先念榜好了。所以你要秀什么？没有啊，秀那一段就是我在自我介绍的时候，娜娜前辈。没有，我就只是自己想要看一下而已。好，我现在念榜好了，他跑不动。好，第一名是圆滚滚，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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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最近觉得我整的牙我越来越不圆嘞，还是这只是我的错觉？谢谢圆滚滚，牙刷很坑，但是又超可爱，这真的是我。但我大概是坑站比较多时候，对对，比较少正常。谢谢圆滚滚，谢谢第一名的圆滚滚，谢谢圆滚滚。第二名是数学课本，谢谢数学课本。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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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谢谢第二名的数学课本，谢谢。我觉得放偶像就是要开开心心的，真的要快乐放偶像，不然就失去了偶像给你快乐的意义了。所以放偶像不要压力太大。谢谢第二名的数学课本，谢谢数学课本。
第三名是刀客，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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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接下来第三名的刀客。我是大家都爱的莉莉，对，大家就是爱我才会来找我的，对吧？谢谢第三名的豆科，谢谢谢谢豆科。第四名是北渊，谢谢北渊。我觉得那个好，下班才有一堆要做的事情，好辛苦哦。不然当薪水小偷看直播 ，sorry， 但最近事情比较多，所以就比较难，就是晚上直播。但我尽量，我还是会调晚上直播的。谢谢北渊，谢谢谢谢第四名的北渊，谢谢谢谢北渊。第五名是包子，谢谢包子借，我喜欢你。你要借谁？你没有借啊，你很晕啊，你一直在晕不是？谢谢谢谢第五名的包子，谢谢。第六名是玉安，谢谢玉安。前面还没有声音就开心。B1 欸， B1 是真的很香欸，认真香，真香。谢谢玉安，希望之后你还是可以抽中，然后持续看着莉莉。谢谢谢谢玉安。第七名是 Popo， 比如你睡一宿卡很正常吧，你这个是换另外一种方式在偷懒呢、啊。谢谢 Popo 有抽吗？跟娜娜前辈那个视讯叫什么握手会，对，我们可是同为耐推的，同为耐推的，对，那叫什么，对，同为耐推。谢谢第七名的泡泡，谢谢。第八名是庄盈，谢谢庄盈。嗯，我心中第一名是好像实至名归，有没有看到？有看到。我看他打的 report， 中影也是越推越多人欸，怎么会这样呢？大家都表演看一看就越来越多人了，所以这样说我们的舞台魅力还是非常非常吸引大家目光的。谢谢第八名的中影，谢谢谢谢中影。第九名是娱乐，谢谢娱乐，给大家好的，大家多睡觉。那个 report 广告，四月公演见啦，四月公演见。满满的力量，来这里就是要充满满满的力量，给你力量，神秘力量。谢谢第九名的娱乐，第十名是阿 Q 啦，谢谢阿 Q 啦。现在补眠大概很早睡，大感冒。对啊，今天真的突然变冷很多、欸，所以我就是想把毛毛的外套拿出来穿，但我后来没有拿出来穿，因为我都待在被窝里面。谢谢第十名的阿 Kira， 谢谢。第十一名是林国，谢谢林国。烟酒常唱歌，对啊，但我不想要烟酒常唱歌，所以我要努力少讲一点话。谢谢第十一名的林国，谢谢谢谢林国。第十二名是草莓酱。煞气的草莓酱，莉莉好，真莉莉好像莉莉我婆，莉莉我爱你。草莓酱，你的个签是不是就是，每次去看不同的成员，然后只改前面两个字，是不是？是不是？我是不是发现了你的秘密？谢谢第十二名的草莓酱，谢谢。第十三名是酷妹，谢谢酷妹。非常力量的成员，充满力量的成员，你想相信相信自己的实力，会好好相信自己的实力的。姑妹会来看吗？一定要来看哦，一定要来看哦，要来看哦，姑妹会来看的吧？一定要来哦。
谢谢第13名的库曼，谢谢。第14名是博成，谢谢博成。233，谢谢看好可爱的栗子，一定要来看的吧？再不来看，丽丽说不过去哦。谢谢。第15名是虫，谢谢虫。只是我们现在很多没有啊，心灵上的支持也是一种支持啊。对，喉咙真的要保护好，生活过下去。对啊，真的要自己生活过下去才去支持偶像，不要本末倒置了。对，请大家好好照顾自己，爱惜自己的身体。谢谢第15名的冲，谢谢。第16名是吉米周，谢谢吉米周。这个世界是公平的，你过一秒我也过一秒，这很像什么，就是大道理，就是什么，在非洲每过60秒就会有一分钟过去。嗨嗨小翔，谢谢你的枫叶。嗨不能反击再赶你，不可以赶我，我这么可爱，怎么可以赶我呢？日常是啊，你看我好有泪，我玩更空虚就是，嗯，也退就正常，我要变表情符号，谢喽，嗨嗨小翔。嗨嗨老豆芽，好，我要最后让你们看一下我发出，而且那个摄影大哥人很好，还帮我就是 take 娜娜前辈的脸。没有，我在看影片。嗨嗨，大家好，我是 AKB48 新天地的李佳丽，绰号是栗子，今年19岁。我是我们 AKB48 的。哈哈，库里强，哈哈，对不起。好，不用听我唱歌了，我们就看一下那个前辈写我的名字就好了。不行，你们要看我发出来才可以下播。
葉が違う感じで365日知ってる。いや、知ってるからいいの、入れるの。音楽が知ってれば。メロディーが知ってれば。そう、申し訳なく浅井ちゃんの歌俺知らんかったから。ああ。我觉得我现在听得懂比较多了。我看到后面的那个弹幕在飘栗子。关播了，大家拜拜。啊哈哈！哈哈哈！对啊，亲人上来说库里那个加地奖，啊哈哈！哈哈！谢谢你们看我爆完厨，开心！大家拜拜。拜拜！啊哈！耶！拜拜！拜拜！耶！谢谢大家陪我直播，拜拜！耶！